来，同学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妈妈，大家好。今天Sai Kia佩伯这个单元呢，为大家介绍大家的烦恼，这样料理呢。真的是很头痛，因为小孩子应该是要吃，因为可以这个长高高，像那个泡泡一样，但是也小，所以小朋友又不爱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塞进他的嘴巴里呢？菠萝手对吧？菠菜，菠萝手，菠萝手，嘿，我会台语，菠菜，菠菜，啊，菠菜这有就下边，可是铁质很够，它比较偏植物铁啦。对，它是有菠菜啊，其实任何的菜都是好菜啦，不见得说菠菜阿嬷弄来的浓厚啦，对不吼？就好菜，可是好菜都不好吃啊，不要那不好吃，啊，都袂晓煮啊。其实无遐复杂啦，真的吗？哦，因为其实这个在国外他们也在吃嘛。啊，真正会下吧？袂的那下啊？对啊，稍微处就处理起来袂下吧。哦，啊是袂安怎处理？撇步，稍微处理一下。你讲到足轻松啊，咱就去学这撇步，对不对？是。撇步到底是什么？会袂下？哦。今天我们用菠菜来做这个菠菜蛋饼，蛋饼哦，小朋友爱吃哦，这个也是可以早餐可以吃啦，或者是一般的早午餐都可以吃。阿力公想，为什么菠菜会涩？它里面的草酸让它涩。哦，那草酸怕什么？草酸怕热。哦，怕热。怕热，怕滚水。所以说，你只要把水哦，稍微水把它煮开之后，你把它放着，稍微烫一下，你就别下巴了。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吗？没弄鲜吗？别下的，因为你待会还要再烹调啊。这样子哦，一波咔嚓来起来呢，因为咔嚓来那些旧式的做法是什么？是比如说会用大火下去，大火然后用油很大的量的油下去炒。哎，对啊。那其实它那个油只是让它变得比较滑润。哦，那当然我他有讲嘛，一旦一嘟嘟烧，一嘟咖喱草酸都会释放出来了。哦，就底下这水来对。对，啊，你所以讲你俩讲用炒的，嘛是烧啊，烧草酸就无去啊。哦。对啊，啊，只是讲你啊炒了头啦。哦。你俩无头，吼炒起来未好食的同时，下下把味啦。啥个要嫩就对了。对，差不多嫩就好啊。哦。哦，啊，你准备要加水点冰啊？啊，搁放水啊？无啦，等你要切的时阵较袂烫啊。哦，较袂烧烧。对啊。这个真的学起来很方便的，还可以老干家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就敢吃了。你只要煮透了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可是真的，那个汤汁里面就已经这样绿绿的了。那就是草酸嘛。嗯。然后也有人提到说，菠菜不要跟什么，不要跟豆腐一起吃，说会结石嘛。它不会都带起啦。他讲要吃十斤才会结石。有啊，量要有那个量，啊，那不会的量。十斤的，十斤的，你无得吃十斤菠菜，好可怜。对啊。啊，白灵啊菜其实是就好诶。对啊，讲出来白灵啊菜就是好啊，补。对啊。要用这补，其实以前只要那个根哦，红红的那么补。这个根也可以吃啊。红菜啦，哇。对啊。哦。都是这样啊。哦，啊，我这边先倒一点油啦。嗯，青菜、螃蟹的让它比较好吃哈。阿妈讲这补啊。都是寡油啦，因为今日要弄蛋饼。啊，我叫一挂马铃薯，哦，已经蒸熟的马铃薯，熟的，嘿，啊，那个泼起来，嗯，哇，蛋饼哎，小朋友最爱了，规地，啊，好，这个好恰恰吼，因为小朋友爱就是讲蛋饼呀，伊俩爱食薯条那种啊，那把，哎，对，对不？我们再去点点那种，你再去买点点吗？没有，我常常只有马铃薯，哦，不是蛋饼，啊，水给提掉了。可马铃薯很容易发芽，我们到底要不要洗掉？加到小妹子来维持。你很简单啊，你把它放一个塑胶一个纸袋里面啊，把马铃薯放进去，放一颗苹果就不会了啊！真的哦，哦，就不会发芽了，就奇怪。切碎，切幼幼，切幼幼。生虾吗？生奶生，那个别虾吗？那叫香，真的哎，有啊，哎，刚刚我调味好香哦，还有就是叶草酸嘛，你草酸铁掉，因为它加过几盖，加过草酸嘛，底下有啊，凉锅了，所以都不酸了，哎不，那你刚不是没下的，没下吧啦，你加生油了，奇奇怪怪，哦，啊你起码落去了，那你再过下，加这个香料，哦，啊，番茄啊，哦，还有辣椒哦，对，再加糖来。不敢吃辣椒啊，放甜椒怎么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不要放椒也没关系啊，你要放任何东西，只要一水两爱加玉米都没问题，哎，都没问题。好，来阿姐们，我在马铃薯个，阿内都已经金黄金黄，还在加汤啊嘛，对不？好，来阿姐的小良心多啦。这种在家里面啊，你看一个早上就可以吃到
很多种颜色的蔬菜，青椒进来，红色、绿色，五维弄在胆动物。它的主食材，每年它才给啃瓜。嗯，哦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大一锅哎。它准备加蛋饼，怎么是一种火锅啊一种？哦。来，啊，辣椒。辣椒。哇，它可不可以靠 cheese 啊？可以弄。哇，还有 cheese 哦。直接放在门内底吗？不是啊。放在顶管哦。哇，很稀。好香，现在锅底好香。哦，啊盐呐。这马铃薯跟那个蘑菇炒完就好香哦。对啊。啊，那都可以做好起来了。对。啊，可是我跟你说了，如果说不想孩子哦，不吃菠菜，啊，那会一怕起就没家了。哦。对不？他如果不吃菠菜，你放酱，你再怎么样弄看起来很好吃，他也不会喜欢吃的。这个看起来很好吃。好了，绿红红色点吧。哎呀，就选用塑料料啊。马铃薯也是。哇，你看，简简单单的炒个菜就觉得哇，超赞的。放黑胡椒，为什么不放白胡椒？那就较细三色啊。哦。能有够哦。有啦，有啦。哦，阿妈妈，你来讲说。啊，唔免个拉吗？唔好拉，唔好拉，拉就开去啊。哦。咱是用不粘锅，阿妈妈，你待在厝诶吼，你不是用不粘锅的情况吼，你要把菜先拿出来，哦，然后蛋皮弄上去，再把菜放上去。哦。阿丽鱼你也爱更油嘛？啊，我们今天是不粘锅，所以没关系。阿金毛果，有一点点给蛋啊，来来，起司啃起来。哎呦。跟他披萨呢我。哎，对。哦，贵得啊呢。颜色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囡仔哦，刚看到气势哈，看来看来，规个跟他披萨哦，一个都不一样。你也一路吃，奇怪。对吧？好来，那今晚来烫起来。好，会嫩些，啊，那个会更加细。特别细。阿秀等，差不多三分钟到五分钟。好的，三分钟，稍等一下啊。起锅之前火稍微再大一点点哦，哇，这样比较好，那个气势的感觉，哇，哦，龟得出来，哇哇，看戏看戏，啊，早餐有没有？现在挖出来，你看，它不在一盘面包 ，OK 啊，对吧？来试吃。好软，马铃薯。汤腿吧，乌马哈。嗯，对啊。我觉得这个菜 party 的时候也很好。当然。哦。小孩在家里面玩啊，有没有？同学来弄多好呀。对。气势。哦。而且这个菠菜在里面呢，确实是菜，他没有特别觉得它很菠。呵呵呵。味色，对。没有特别觉得它是菠菜啊，但是很菠菜煮熟反而很软。它本来是这个蛋里面水分的来源。嗯。然后菇类又香，哇，好香好香。那随便要放什么？你可以要放一些荤的东西也可以，比如香肠啊、火腿。你要放香肠、火腿都可以，可是你要在蛋下去之前一定要让它炒熟，因为蛋下去干一保鲜。嗯，哦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所以很多人说菠菜不知道怎么煮，做成蛋饼。嗯，小朋友这样一边吃，他不知道已经吃了两大把去了。对吧？